而家唔講。你識唔識得啊？第一場北京上海民山小碗杯，裁判李若光、雷明輝、黃華浩、梁一宇、羅偉強，權證曾念權。而家有請紅方陳友永，嚟自馬來西亞怡寶刺激太極賽技術武術學會。揾唔到啦，好麻煩喎！南方。佛山紅正兩館嘅李慧傑欣賞係人出席嘅，而家係由蔡嘉禮、三聖寶林紅青堂、蔡嘉禮拳手倒上。唔係，好難。俾多個護鏡啦，如果
喂，一定要問你哋使唔使我試嘅？第一回合紅方城。第二回合開始。條褲唔好行喺度，叫佢講，驚講唔鬆，係嘛？即係埋啲褲頭，嗰啲咁嘅嘢，唔好鬆，褲頭唔好鬆啊！
放條線，擺埋啱啱遮影住，啱啱影住。就好办，所以唔多问。
你試下呢個啱唔啱先？加我啊！我想買呢個。你坐咩？一個。
想聽埋有冇人。請南方拳手。恭喜大強哥黃海強女士獲雙重勝良表嘅。黃明輝師傅、黃華浩師傅、梁一宇同門、趙文康同門，全證係盧偉強同門。首先有請洪波孫中山嚟自香港真義拳館。
Thank you.
快啲入去做。你打大几场？